对，这是红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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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红色
国小突击检查，关心学校营养午餐办理情形。啊，直接感谢校长、厨妈因足用心吼，那配合着咱的营养师，甲咱的一寡啊囡仔营养设计伫内底啊，互因会使食了啊清气佮健康。那咱嘛来关心讲，看咱到底卵吼，伫咱这地方到底有够啊无够吼？啊，嘛有责成咱的教育处、甲咱的农业处吼，因来做一协商。啊，原则上一定爱予咱的囡仔营养优先来满足哈。啊，卵的部分啊，家属无咱农业处会协助咱的教育处来做这个卵的这个啊调拨的这个部分哦。啊，伫遮再次感谢咱这个地方属性，大家对咱囡仔的食拢真关心。啊，咱的希望予囡仔食了健康，食了营养，啊，搁食了这个快乐。王县长感谢各界对孩子营养午餐的关心。将以营养为第一优先，同时对莱猪何时全面禁止营养午餐使用，要让孩子吃得健康又营养。公益频道张华允、朴妍采访报道。